在個睡房裏面發覺有兩個屍體在這裡，死者呢包括是一名44歲的女子和一個7歲的 女孩。我們初步相信是他們是燒炭自盡的，相信已經死了超過3日了，而屍體亦都開始腐爛。主要都是大概講他們有些感情上面的煩惱，所以他決定輕生，亦都不想留下他的女兒在這裡，所以就帶同女兒一起自盡。是關於他的小朋友的爸爸事，還是他有另一段感情關係？我們相信是有另外一名男子，但是我們現在暫時未有任何人聯絡。